入嗰陣時咧，我17、18歲咁樣啦，啱啱讀完中學啊。我房咧好細嘅，我睇下11尺闊咁樣，有13尺長咁樣。 入边有几十个人啊，60、70个人咁困住咯。我间房咧就有个窿。 好似狗窿咁样嘅，2尺高啊，2尺闊啊咁样，捐落去个。几十个人嗡嗡踎喺度，坐都冇地方坐噶啦。入到去臭到半死啊，嗰啲人气又臭屎又臭尿啊，闻到嗰啲味。我喺屋企咯，个试用翻嚟喺度做试用咯。 突然间有3、4个唐人又一个入嚟我屋企啦，捉我咯！哎，搞死搞死！都不，你做咩呢？自由哥哥，真。 仲有一个就唔知边度拉嚟嘅，同我一齐绑住咯，绑住咁样就行翻你出去马车路嗰度咯。原来佢哋系宪兵部，屙屎又喺度，有个火水桶就屙尿嘅，一个痰桶就屙屎嘅，关你嗰事咯。 好多人啊，过咗两个月、三个月就死噶啦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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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咁捉到佢咧就入我哋嘅名啊，几多岁啊？啊，有冇读过诗啊？咩啊咁样啊？我话讲我冇读过诗咯。教教阿姨唔识字咯。名前话何人啊？唔知。我书系几多？知道啊。 てめえ、学校に行ったのか。じい、かけろか。咁啊，佢就打我哋咯，做嗰啲反对嘅日本人嘅工作嚟讲，打到半死咯。 打到以后，又运落嗰个金房嗰度咯，连窗口嗰度用嗰啲板啊窿都封晒嘅，窿都封到晒嘅，睇唔到入口，睇唔到天嘅，好热好热。 攞啲棍嚟打咯，攞啲大大条嗰啲棍啊，啲锄头柄咁样啊，咁样打。吊字咪，用吊字都打啦，吊字都打。用先烧烧好到，烧啲啊，烧几笪地嚟咁嘅啊，烧个肚嗰度咯。我冇着衫啊，佢攞烧肚嗰度咯，攞烟啊食嘅烟啊，要你唔照实讲就烧咁样烧，烧个肚嗰度咯。 手仲晒，佢哋绑住我嘅手嚟，绑住我，我嘅手肿到嘢都攞唔到，咁佢哋就为我咁样。 三国一个时候呢，佢讲去大我哋去八毒鸡啊，监房坐监姑咯，骗我哋去八毒鸡啊，坐监姑咯，监房坐监姑咯。八毒鸡将你移动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。喜べ。哎，哎，哎，クズどもが来るから。来。 喺度弯入飞机场嗰啲人，好多人就喊啊！有啲叫阿爸，有啲叫阿妈，有啲叫阿哥啊！我见唔到面啦，我见唔到面，呢边嘅面啊，呢底死噶啦，好似好乱咯。咁入去边，我啲枪对住佢哋咯。咁我落去入去飞机场嗰度，弯落个市容山嗰度咧。 好远下，咁喺个冧巴嗰度咯，咁旁边仲有条毛仔啊，我睇到仲有一个人。
얄격차야에 놓고. 孟加拉鬼女攞雷福昌入跟兵落機關槍，對住個心口咁樣打，你冇綁眼啊！先打嗰陣時冇綁眼啊，啱尾正有綁眼啊，對住個心口打到跌落去個身口嗰度，咁樣就攞到我啲泥翁字咯。 后面有个日本人就拉我出来咯，佢话你咁细个做咁坏人，我冇做坏啊，佢就唔知点嘅事，佢拉我出嚟，冇打我，佢讲你唔翻起，你唔老实讲咧，又系咁样打噶，打死你噶，仲有一个细路哥又同我哋咁大嘅，又拉出嚟咯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你快靠近我。 一同建立新生活。咁我34个人去到啊，剩我哋2个翻嚟。翻嚟嗰阵时候咧，个日本婆就咯。
兩個日本婆攞啲米啊，攞啲鹽啊，嚟殺一輛巴車，又殺我哋個頭，咁過咯。又搵翻个地间房，嗰阵时个个人都想死，甘愿死咁样搵法。不过你唔死得嘛，佢哋又唔俾你死。有，我都偷走过一把，偷唔到嗰条铁枝个窗口，铁枝俾我掹开咗，我哋人就出咗去外出，入边外出仲有一层板啊！嗰时差唔多将近三四点钟天光嘅时候，嗰5-6点钟嗰啲火头军就嚟指做工噶啦，咁我掹开咗就系天光啊，都掹唔到开啊，掹唔到又跳翻嚟咯，又走翻你间房嗰度，唔走得。如果是走都是死的，都是走，我們計劃走都是被他開槍打到死的，走不得的。這個日本天皇節是什麼大日子啊，那些這樣全部放出來了。今日は我が日本の天皇様の誕生日、お前たちも参加してもらう。我哋放咗出嚟都唔少行咗咯，抬去拉美嗰、那個阿達屋嗰度，嗰、那個嗰啲工人字嗰度瞓住咯。咁嗰啲咕碌甲兵啊，就有啲睇到我哋咁可憐啦，就俾啲嘢我哋食啊，一日俾多少我哋嘢食啊咁咯。我成山都生曬嗰啲蒼啊，啲拉啊。嗰啲鹹奶啊，咁啊佢攞啲油同我捽咯，抬我出嚟又唞曬咯。Mm-hmm.